哈哈，土豆，你这是在抖身上的便便吗？光抖有什么用？还不如跳进池塘洗洗。哎呀，一池塘好水呀，就这样可惜了。土豆，我们这是在干什么？捡那么多树叶干啥？而且你不是最喜欢蓝色吗？为啥不用我这种？看，多漂亮！我怎么就那么心灵手巧呢？我妈不让我跟傻子玩。啊？傻子说谁呢？傻子说你呢。我们这是在伪装，伪装懂不懂啊？你弄那个蓝油油的一坨，太出息了。这样哦，哎呦哎呦，不行！土豆，我看到奸商了，他还骑着你的团子，我们赶紧躲。土豆，你说我们会不会成功啊？我觉得不会耶，看上去他比你更聪明，如果发现了我们就惨了。完了，他这是不想回家吗？怎么还返回来了？这神情，这动作，难道是给发现了？终于回家了，商人啊商人，连回个家都是磨磨唧唧的。商人，终于被抓到了，让你欺负老豆子。土豆，你有没有发现他掉下去的水花比你的小呀？那说明你最近胖了，是不是又偷吃什么了？商人，你来看这是什么？大便池，这可是土豆亲自排出来的，感觉不错吧？关进笼子的商人是不是更可爱呀？土豆要把团子骑走了，商人商人，你就在这里好好待着，等过两天你饿瘦了，就可以从铁笼子的缝缝里逃出来了，我相信你可以的。土豆，我们回家吧。不过真的要把商人关着吗？小伙伴们，我们要不要放他出来呀？